你怎么穿着西装来找我？今天是很有意义的一天。这有什么好有纪念意义的？是吗？笑一下嘛，是吧？是。喜欢吗？祥太给了我很多意见。这种事你怎么还要问别人的意见？怎么？你不喜欢吗？嗯。那我就送到你喜欢为止，还给我，还给我，给我，你给不给？不给。不。你胡子。那为了奖励我，今天就让你帮我。